撞的，没你们责任，好吧？那你们，你帮我搭把手，你看帮忙帮忙，好吧？我们交警还没来你就走，你这样不按照法律程序走，哎，把我们很难办下来呗。说实在话，要是这个人当场走了，这事情或许还好办。我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老师，这人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害了他。醒饭的，没事。有人来！